号、十一号，来自北市区金佛会的雷桂娜，今天要主持的是晚会活动。那很高兴，今天我很荣幸的受邀参加今天会长交接，然后同济之夜的主持人工作。待会我们的节目很丰富，除了大家在这里用餐之外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娱乐节目，那有唱歌，有跳舞，还有大家可以随时上台也来做一个娱乐的表演。那我们首先我要邀请的是台中市灰姑娘轮舞集的轮椅舞团员。那这一支的轮椅舞是非常特别的，它也是一个社福单位的一个公益团体。那我希望如果大家在做各种活动的时候有娱乐节目，能够荣幸的来邀请他们参与各项的表演活动，让他们可以走出户外，然后表现亮丽。那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灰姑娘轮舞集的团员。好，那他们今天要表演的是花艺跳恰恰还有小苹果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他们出场。接着呢，那我们还有各种娱乐节目，还有摸彩，希望大家都很幸运的能够得到今天的奖品啊，很开心的可以回去。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安排就是大家在用餐之际、口足饭饱之际，我们都能够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你的家中，温暖的家。那我们接着下来就开始进行我们的抽奖活动。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总会长，谢谢。